魏老师打电话了。谁啊？魏老师打电话了呀。他在哪里？杭州。这边疼，他睡着了，希望让他不会醒，说明他这个疼。嗯。我们给他希望他没醒，说明他睡的过程他是不怎么疼的，很疼他就醒了。嗯，然后他给他按着，然后戴点点他都不会动，虽然说对没法感觉一点。嗯。这个他就会不疼，他就没撕皮。嗯。硬的，没撕皮。那今天喝的还是不错。上飞机，全昏了。我已经不想喝了，我想吐了。